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啾啾的奇妙开箱，我是啾啾。本周要介绍的《哔哩凋零款13、14》两章的剧情爆雷，如果还没有观看的，请尽速退散。那我们开始吧。承接上集，海鸿辉为何捅笑容宫一刀？原来他也是南宫七骏的子弟，家中的人全被当初陈太玄明使用莫伤天炮消灭了，所以他一刀捅下去，捅不死陈太，决定下次见面我会练成绝世武功回来，你给我等着。于是就前往贼人收风的住处，准备拜他为师，当然是想成为步惊云，我要报仇，行吧。但也让他意外的发现，贼人收风头会阵痛，感觉有鬼。有书无风方面解开了万解的眼罩，要拿便当请笑容君吃时，好基友率人上线了，拿着镜子反射了有书，让他自己也吓到了，看到了自己，以为是看到了云辉子。之后基友两人使用合理计，终于成功的逃离了游丝的追杀。母星就空明准备教训游戏新手君子冰心，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做辣场。结果君子冰心把六合诀丢到山崖下，之后再趁机使用人数时空不同之术，让奥神都只抢回了半块的六合诀，所以只能气呼呼先回去。之后君子冰心跑到了如书无风面前，经过他们对话得知，原来游丝无方出自于长渊阁，另一个名字是湘君，也让游丝察觉了大概长渊阁内部目前正在发生变化中。先前的战斗率连说明游丝是凶手，也让游丝明白有人要嫁祸给他。不虚行的县老大朱灯笼要抢魔头，经过一番对谈，所以派了老五绿脸妖道脚擅长，老大自己就离开了。绿脸怪杨一耀差很戏了，不虚行不出预料被打趴在地上，都快叫阿巴了。在红血时刻听了佛陀的说明，吞下了采鸡石，瞬间暴气放了一招五毛动画剑气，终于出现了久违好几档的妖道脚名言，这无辜灵啊，成功的绑杀了绿脸妖道脚。结果八兄弟的老八早在后面 stand by 接续绿脸上场，火一行就依照先前佛陀的预测往西边跑，之后遇到了临时演员，然后进了山洞就被关起来了。佛陀信中说明，为了你好所以让你在里面避难，为了你好所以这一档不要再出来了，哈哈哈。佛陀敬上，不虚行心中 OS， 编剧啊，说好的心脚威能呢？老大朱灯笼离开后，与老二等兵前往要找寻老七，使用了大蛇动画感应，终于找到了老七。幽灵骄兵原来藏在山壁中，但现在灵识不全，所以没有办法醒来。再来，本周比较好的文戏方面，最不同与邱化林的兄弟情，两个人一起在凉亭一路续摊到了李志林，一边喝一边唱着：冰酒兄弟，一边加边玩谈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。啊，威士忌是咱的兄弟，亲紧后虽不同，决定成全邱化林，把命给他，好让邱化林可以给老大一个交代。如同第二片头般，虽不同抢了邱化林带来的便当，自己吃了下去，最后满足的死在了火星啾的怀中，说明还是我要做罪魔。邱化林在追不同的遗书中也得到了真相，原来害死范雪的人就是大哥。于是终于也迎来了火星啾 VS 邱化林，双方最无奈的一战，只能一人离开。过了几周，终于比较精彩的主线任务 C 冲万，感觉三座有鬼，所以联合了笑容君算灵要来演一出叠对叠，终于让三座上钩，想要夺取秘籍杀掉算灵灭口，结果正好来个瓮中捉鳖，不料这个三座还真耐打，三打一还打不死，一直跑还捉不到，终于按照计划把他逼入了悬空峭壁中，无奈剧情又再度反转，这一切早在我三座的计划中，怎么样，叶托恩就是我指使的，我就是阴谋家，哈哈哈，西冲月准备受死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花钱买了帅气出现的大哥祖灯笼大笑着，年轻人就是年轻人，你们两个人的命我都要喽，我全部都要。于是笑西冲幽暗弄他幽灵阴间幽爽幽爽叮叮叮叮，西冲我破局还用给引对相应的手
要如何扭转乾坤，破除心经，片尾的彩蛋也直接公布了观众的疑问。现在的大哥朱灯笼其实就是我们的真正的校长熊如达。原来要杀死八兄弟，也只有八兄弟自己人看自己人，才能破解无限复活。那么今天的《霹雳凋零关十三十四章的爆雷就到这边咯。如果喜欢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我是啾啾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喂，丁月，见啊！